秉承海航创业精神，勇立时代潮头。20多年来，海航用心经营，多元业务拓展，应运而生海航实业，成为海航集团旗下七大产业集团之一。无论是在喧嚣繁华的市区，或优美宁静的城镇，在川流不息的商场，或热火朝天的工地，每一份服务，每一座建筑，每一滴汗水，海航实业都参与其中。海航实业以上市公司为核心企业，打造核心产品，致力于打造国际化的不动产金融产业集团。海航基础，秉承海航创业精神，以创造美好生活，造福于人类的幸福为愿景，结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 PPP 项目为发展方向，大力拓展双港一路、GTC 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等项目，打造全球领先的基础产业投资运营管理商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投资商。供销大旗是海航实业核心企业之一，按照四产一荣发展战略，以国际化视野践行新商业理念，四产即铺、网、集、链，融即投资，四产一融互为一体，生态结合，形成全新的供销商业模式。利用互联网、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手段，整合全球优势商品资源，统筹规划城乡实体经销网、城乡电子商务网、城乡物流配送网三网布局，致力打造中国零售业的新标杆领军企业。目前业务已覆盖全国27省、700个城市的7000多个乡镇，下辖商超门店近1600家，加盟门店超15万家，年收入逾250亿，持有型物业面积近150万平方米，项目规划用地面积3万余亩。目前主推业务涵盖库铺商贸、大集网贸、供销中国旗、大集金服及民生百货等。作为海航实业旗下投融资平台，海航金融致力于发展成为以不动产金融、财富中心、股权投资、产业基金为主的全球不动产金融管理公司。通过基金工具以及多层次的金融产品组合协同，为产业资本提供金融动力，实现客户资产增值，旗下运营一家上市公司及多家金融企业。目前海航金融已跻身100亿私募基金机构行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海航实业以至善之心，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以切身行动弘扬海航精神，传递正能量，播撒无疆大爱，用爱温暖人心。展望未来，海航实业将继续秉承海航创业以来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以造福于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为终极使命，以创建世界级企业和世界级品牌，共建人类文明的幸福家园为愿景，坚持走产融结合与专业化发展之路，努力成为世界卓越的实业集团。